Thank you. Come on, wait. Mango sticky rice. Hello, Jack. Yeah. Hi,
Thank you.
还好，还蛮厚一些。这个就是王淼娃出名的烧鸡翅膀。啊，这个是一堆了，好吃，看原味啊。它是炭烧的，所以还有一种烧烤味，它不是电炉烧的，不错，好吃。等一下要讲，拿的招牌，这是招牌，真好吃，一个44.2块，有点贵了啊、一堆8块多嘞。不过这个是 free spot 吗？没关系，好吃了，好吃。这是我们家炒生面，炒三文鱼，很少看到人家炒生面的。凉茶3.8块，14块。这个现在也好像是14.2块一个，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啦。这个低速我不知道穿多少，我不知道给我的钱。这个是黄雅华炒生面。我们试一试啊，潮汕面，热腾腾的。看好不好吃啊？还好啊，我不是讲很特别那种啊，它味道是不错的。豆芽，很多豆芽，这个好像是云吞面那种来的了。有放肉吗？我没有看到肉。鸡蛋吗？有鸡蛋。这个好像有腊肠的，应该是腊肠的。对，还是腊肠，虽然是撒哈拉的，还没有看到猪肉，只看到鱼片罢了，一片鸡蛋。鱼片。一片鸡蛋，腊肠。没有看到猪肉片，味道是不错了，可以接受。鱼片还是鱼饼？鱼饼啦。哦，对哦，不是鱼片，它是鱼饼，鱼饼片。讲错了，还好味道，不错了。那地点就是多游客的地方，而且地点在 KL 呢。那个烧鸡翅膀是8.4块，一个是4.2块，然后它的上面是14块，然后它的面筋啊，地数是4.4块，7毛钱一个了，给我们2个4块咯。然后它的水是4块，是19.4块加8.4块咯。所以变成27.8块了。OK。过来 ，Manny 来。啊，这个肉梗，这个龙脊，原封。帽子忙，要喝金帽子忙。Do it.
这个是鹿油来的，他们剥开来卖。酱料。它讲里面是鲜肉，是鸡肉来的。它皮很厚，我不喜欢那味道。说罢了。哇，不傻呢！跟他好吃个大包子。Hello, wake up.
两岁。啊，有鱼，到位。二十块。看看这个，老板。二十块钱一只。只晒一点榴莲味罢了。OK 啦。这个是八月不白水。嗯。嗯。这个比较好吃。怎么样？嗯。跟一粒酸梅，因为它也比较香嘛。什么？六块钱，沙梨酸梅。它里面呢一定要放一粒酸梅的，要去中和它的那个香香的味道啊。那个沙梨那种，不是香香，是讲比较涩、啊，比较涩的味道啊。有点甜呐、啊，太甜了吧。OK， 来，来。买加一个小饭。来吃。
转过来这边。其实如果是鱼是新鲜的，这样煮都好吃。这个烧鱼是35块，这是最小的。它鱼很新鲜，好吃。是啊，这是什么？我单点酱啊。还吃不少。OK。它鱼也是蛮透的啊。多加。这魔鬼鱼啊，这个是魔鬼鱼。怎样？味道怎样？香。很香哦。入热。烫口哎，很烫口。有香那个香料的香辣味。是咯。是咯。它的那种是招牌的名记烧鱼。所以吃这个不会错。还是。46. Ini 35, ini 6, 41, nasi berapa? 3 ringgit. 35, 3 ringgit, 6 ringgit, 44. SST, 2 ringgit, 46. Oh, Mario. 黄鱼是35. 白饭是3块钱，然后我们那边水是6块钱。Okay. 加 tax 是46.